们现在来到了 Osmo Action 的时机。那这个目前的话，台湾还没有现货。这个是打开。盒内的话就是主机。然后它什么？它里面还有。哦，它的那个贴架、电线，哎，这个是锁在下面的吗？第一次见到，那还得说明书。说明书基本上字都很小，然后老花眼镜的我可能要用放大镜才看得到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来试 Action 跟 GoPro。两台拍出来的差异到底在哪里？OK， Action 开机，两台在画面上，你看到 Action 的画面会比较大。那我们两个都设成 4K， 然后60帧幅，然后。OK， 我们设定成 Rocksteady 4K 60帧率。OK， 然后呢，我的 GoPro。一样，60 4K white， 那我们去测试看看，说这两台的颜色到底的差异在哪里 ？Let's go。OK， 做这样的测试其实蛮无聊的。两边都是在上下震动。那如果我跑步的情况下，收音的话也可以再做测试。现在两台都是裸机，那我们来测试一下说它如果收音的话会不会有差别。那基本上我是不期待说运动相机它的收音有多好，因为毕竟它还是要外接所谓的麦克风，像我自己的话也是有外接麦克风，所以有时候声音的话必须要去做取舍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运动相机。我在玩啊。需要我录机再跟我讲。裸奔的话可以吗？你这只小黑尾，不甘心。那这是前排，
那这也是它最大的卖点，不过它的取景也只有中间这一部分。连拍，连拍的话，它可以设定什么？一秒几张吗？连拍。只有三张吗？速率七 P。他会拍七张。那七张就比较难抓，因为 GoPro 可以拍到三十张。是一样啊，其实它这样子比较好拆哎，这个也可以转得下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很难转，超难转。这个也是可以拆下来，可以啊，拆下来，超难转的，要解夹多斜三十角，然后往硬转，有些人怕转断，其实不会断。那它要装滤镜，要外面的这个壳？没有，它就装这个头换掉，然后它外接是接 Type C， 它只有一个头而已哦 ，Type 一个头，一个头啊，所以它到时候也要跟这个有两个头嘛，对吧？那个他两个啊，另外一个没用到，一个是 Type C 啦，这大萤幕看起来就很舒服呢。大萤幕看起来，那个是这个是真的，所以两，我只能说可以买，可是买了之后这台刚买而已啊。昨天来的两个都是在狗五啦，狗五、狗六、狗七，两个。两个人有三台 GoPro 啦，我就看到这一台就说，狗七刚买哎。听读南寮渔港，再往南边。南寮的是太恭维了，你说你这可以拆吗？这台是 GoPro， 你都拆什么？好，开始。来，这个是 Action 的电池呢是连在这里的，一体变底座。这颗电池呢，那大小呢，这个只有600块，很便宜，几量。可是那个呢，含电量呢？它的那个电、跟 GoPro 比起来，跟 GoPro 比起来哈、哦，这个这边都有写小谢哈、哦，这是 GoPro 的，这边写多少 ？GoPro 的多少啊？那个老花的还是？哦，这个是，看这哦，一三是不是？哦，一三零零 ，GoPro 的是1220哦，1330跟是1220。可是哦，所以含电量不一样。原厂的多少？我是不是这个好像破钱？这是原厂的吗？啊，对，我这原厂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、啊。这是原厂的啊。这也是原厂。对啊，对，这是一颗600。哎、欸、，GoPro 的，我买很久，我也忘了多少钱、哦、然后这个呢，还有出一个系列是电池管家，这是我们在常用的那个飞机的电池管家。所以它是用那个 Type C 的头。Type C 的头。OK。好，还要附一个那个充电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豆腐头 ，OK， 啊，附个豆腐头，2400块，附两颗电池，啊，一个管家，啊，这个管家可以放到三颗，所以它是等于管家是1200，对。啊，什么时候会有货？六月中，要先预定吗？要先预定哦，那我们的官网，我们的官网在这边，这里是吧？拨打电话是不是？拨打电话，有官网哦，就是官网上面可以预定。我们可以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，或是到来这边，来这边也可以、嗯，来这边找我们也可以的。一，两边，好，明显，对，这样子吧，对，你可以看到三个都拍得到吗？两个三个都拍得到。哇，我靠，太广了！可是好处它是它没有那个脚边哦，它没有黑边哦，很厉害。它是用吸的，对啊，磁吸的，磁铁。它没有黑边，它没有黑脚，对啊，没有暗角、
厉害，这哪一家出的、啊？那基本上可以把那个 GoPro 卖掉了。GoPro 也有，对啦，我有两台哎，起码我两台啊嘞。有两小家，小家不要台。超好拍的。